选那个，那算了吧。你要选连少年模样也行。好、哦，我说你要选少年模样也行。你选一个简单一点。反正以后有没有机会？对，那你觉得哪个更简单一点？啊，你觉得哪个更简单一点？对的。妈呀！林墨，去少年，去少年，去少年，我去闭麦。去少年，去少年，你自己去少年。去少年。现在，请大家按照排名从高到低依次进行选择，请第九名林墨就是你的选择。哎呦，闭麦了，闭麦。Yes！ 哈哈 ，Yeah！ Oh yeah！ 张嘉元，快点！哦、oh， 嘿嘿 Be mine Be mine